可不可以开一下灯？对吧？这样做起来。这可以开一下灯吗？可以开一下灯吗？可以啊。真的，对，对。谢谢。那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用途呢？小孩子每天早上要来背经。啊，背经的地方。对，小一以上都要背。我们比较厉害的整本《金刚经》六十来经会背。是。那下面就是五教经典嘛，《弘法世界》。下面《金刚经》六十来经都有。有个背不起来的。啊，多少嘛？反正有背没背。但是他念也可以啊。他就去看了。看一下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图，这我在网络上看。哦，这么多资源，现在可以收很多，所以这是五教合一呀、啊？没有合一啊！啊、哦，没有啊，各自独立啊，各自独立，加握握手做好朋友啊，也不要合在一起啊，他叫做这个朋友啊，啊，还到五个学院，每个学院都存在，不要变成一个学校，多元比较好，这本来就该多元，是，把它尊重，不要把它混融在一起。谁是老大？对吧？啊、哦，一样大多。是。是 OK， 我们就。上面写五教至尊呐、啊。五教至尊圣位。哦，五教至尊圣位。嗯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。太上道祖，老祖。哦，这是太上道祖。
那下面那五个？哎，那边那个什么？那边瑶池金母、东王木工、济公。嗯。那、这个是纯阳。哦。那、这个是关公。哦。纯阳是吕洞宾。对。嗯。对。所以这都是道教的嘛，这五个，这五位都是无所谓啊，哦，反正都是比我们高就好了。啊、哦，是是是。你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下去哈。妈祖吗？对，妈祖。那个告解释吗？啊。没有告解释，告解释要关起来。因为这个是一个空间的、哦。对啊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，两套上，请到两套解释，告解要关起来吧，不要让人家看见。这是祖先的。啊，这个是桌子，不是椅子。